哎，蛋，嗯，我发现一件事，这样，就是男生有权杖，女生有温泉蛋，司机大和解。对啊，哎，我们算是做功德一件吧？对，功德，完全是功德。没错。那你现在干嘛？我现在要先感谢我们的干爹啊，感谢 ECL 北线上娱乐城的赞助，干爹我爱你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他现在有限时优惠，就是你只要加入会员，就可以马上领取500块。新用户就有500块。没错，赶快去 ECL 北领取吧。超怪的，怪人，怪人。欢迎收看笨蛋蛋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泉蛋主持人小。先上一段来。好，我们直接欢迎。这次是我们的学妹，我跟你讲，我很期待他们两个。我也很期待，因为大家都疯狂敲碗他们两位。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俩超反差。怎么说？就是其实表面上呢，你看好像爱吵架，表面好像很乖。乖，但他们其实很色。但我们就会聊色，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形象在。我对，我们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色？就是你这样子啊，讲话这样子，然后很像 baby 女哦。没事，好可爱哦。准备要找我去参加那个展。哦，你说成人展吗？对。哦，你会想参加？好啊，我先去找你。震惊来了，跟你们说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动漫迷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很佩服他，因为他一进来的时候直接戴假发，我直接吓到。大家好，我是盘子，我是 Kira， 生日是1月9号，摩羯座，送你。兴趣啊，兴趣就是花钱。没有，你盘子，盘子。三尾是32C 或 D， 然后23、24，然后30，我的腰臀差超多，身材很好，这样比较好啊，差多才好看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跟他聊天是就是要后面跟他熟之后才会觉得很好笑，但他是唯一就是跟我一起裸汤泡澡的人。其实我还有跟凯伊，我们也有泡，但是因为他很害羞，所以我就不要看他的。凯伊会害羞，其实是他是蛮害羞，他是超色的人哎，他就很反差，因为他对男生很色，对女生很害羞，对男生很色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害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跟女生那种姐妹亲，他不行，西瓜亲他还那种。喜欢就是一种 feel， 有没有一种力量？你看你讲话很快，我跟你讲，超多人问你说什么最近推荐的动漫，
胆大胆。那你是最喜欢哪一个动漫角色？六王冠的崛起，他是我启蒙之作。所以现在每天看动漫吗？对啊，最近有看那个《蓝色监狱》第二季。我只有看我推的台，我只有看那个《鱿鱼游戏二》要上了。那个不是动漫哎、欸。来，有人问说哪一件事情你觉得是最难忘的？护照掉了。没有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过就过，所以我说最难忘的事情好像没有。所以你是记忆不好的人。我是很容易忘记的人。那你会不会忘记你叫凯？我那每天都叫，你们对话也好乖。好，有人问 Kira 说为什么叫凯莉？那是别人叫的，不是他取的。对啊，这个是你取的，是我叫的吗？是你叫的。可是大家很喜欢哎、欸，我不喜欢，我就不是凯。可是我每次叫凯的时候，你都会回头。因为之前有得知到他一个故事，你知道什么故事吗？我讲我的版本，就是他想要去，因为录那个节目，然后想要认真学那个吴翠清老师。对，是很励志，很棒啊。嗯，学我的钱超过了那个节目费用的费用，但是因为我当初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，但是我那时候就讲，然后大家吓到说哇塞，哎、欸，我们都可以免费教你哎。这故事是不是盘子？这是盘子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很认真。他是很认真的人，但是没有啊，应该是因为好啦，反正就是盘子。来，有人问说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？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擅长吧。忧郁长期，他讲话都好奇怪。不是，他之前连上一题是说他记性不好，他现在又说把忧郁藏起来。好，我认真讲了，保持快乐的就是真的就是选择性失忆啦，就是你不快乐的东西可以就是不要记得，但是你快乐的东西可以把它放大这样。有人会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会想要加入啦啦队？啦啦队就是我人生的清单的其中一环。然后那时候其实乐天在开甄选的时候，我还在。大学快结束了，然后其实我没有，本来没有想要报，只是那时候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有一个粉丝就跟我说，就是你就丢啊，反正他也可以不公开连接，就丢啊，如果没有进的话，那也没有人会知道，就试试看。然后我就丢了，然后就刚好进复选，然后就幸运进了乐天。那 Kira 嘞？我以前是直播主，然后那时候有几波热潮，就是啦啦队在直播非常受欢迎，然后我的粉丝就说你要不要去选看看啊？我就想说跳舞有什么难的，我就来争取。不知真的很难。而且他每次跳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好累哦。但是我觉得你蛮适合当演员的，因为有人问说你会不会想要往演员方面发展？有，就是我五月那时候去日本跟河北彩花参加，他现在改名叫彩家，就是拍一个沉浸式的那种电影游戏，就是算是我第一次演戏吧，就觉得蛮好玩的。那有人问说你的择偶条件很理想型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鸡鸡。我跟西瓜要亲他的时候，他说不要，不要，只是给有机器的人亲。感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为我是第一眼没有做就不会后悔。那你的理想型呢？我理想型就是要善良，然后一定要比我有钱，因为我真的很爱花钱。我没有办法再多养。超好笑。那外形呢？外形其实还好哎，我没有特别看感觉。对，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爆料一个劲爆的话题。不然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都没有劲爆的话题。其他组都会聊什么劲爆？阿爸，你们第一次坐在哪里坐？最喜欢什么姿势？不想讲。那你最喜欢什么姿势？我没有喜欢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事情，我可能比较。我们就饶过他们两个，因为其实他们两个台上跟台下啊，他们台下哦非常 open， 但是因为台上我们有一些公司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是热爱清新健康活力的啦啦队。对啊，对。好了，我们来进入那个游戏环节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找谁是卧底。这个东西会破掉，日常生活中会用到，它可以装东西。每个国家都有，我觉得我们三个是一样。哪三个？我们三个，因为他的因为他的太笼统。三二一，他明明要吃，他干嘛继续了？这个东西拿东西敲它会有声音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用在装不是食物的东西。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，快点啊！通常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就是一般去吃东西的时候应该是白色。好，来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来。确定吗？你一定卧底，平民获胜。你是卧底的，卧底啊！我是卧底，你是盘子哎，我是盘子哎，你是盘子，我是碗，啊你们是碗碗啊！那我们集中里面四只一啊，好，下一个，
半，在我们的休息室跳那个，我就是乐天派的人，这个很漂亮。三二一，好，那我先选一个。你是玩单二吗？是玩单二，是我玩二，是我吗？卧底获胜。是你吗？卧底是谁？我是林蛋呢、啊，我是卧底啊。对。什么啦？你在乱选什么啦？烂死！那还要给他宣传吗？看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要贴海苔上的歌。要不要陪他？我啦，对，好朋友陪他一下啦。陪他一下，再去找唱一下。一五，唱下来，五六七，走。可以啊，你看，是不是超雷？那留言留什么可以抽你们两个礼物？凯一是雷包。